恩诸位兄弟姊妹平安。开始以前，我们在这里先祝贺弟兄姊妹圣诞快乐。今天早起的默想经文是记载在《哥林多后书》第八章第九节，我们一起先来读一遍。恁知影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伊本来富足，却为恁食了丧饷，叫你因伊的丧饷有法通食为富足。我们再来一遍。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，恁知影，咱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伊本来富足，却为恁食了贫穷，叫你因伊的贫穷有法通食最富足。咱刷落去先来听教会的几点报告。咱对下礼拜开始吼，咱一月十二月廿六到一月初二，咱有这个隆重是联合崇拜。OK， 咱请大家留意，今仔下晡诶，这个主力鹅，因为这个台风 internet 的缘故，吼，隆重诶，主力鹅诶，帮隆重暂停者，这个是刚刚收到的消息哈，请家长甲主力鹅学生较留意者。咱每一礼拜拜三，原在有祈祷会，请兄弟姊妹准时你来调听英文的，伫这个所在鼓励恁参加教会拜三暗暝七点半的祈祷会。咱这礼拜哈，这个就是要来的这个礼拜拜四暗暝甲拜五暗暝的这个查经聚会，联合查经聚会是安排的拜四阿弥的七点半，拜五阿弥就是暂停了，所以请兄弟姊妹留意者。这个咱们报告到了，这个一月十二月廿六到一月初二早起九点，咱是联合崇拜，所以请兄弟姊妹在这个所在较留意者。咱感谢主，咱顶礼拜十二月十二号下晡三点，咱教会有四位的兄弟姊妹伫这个所在将伊的生命交予主，伫这个所在洗礼。咱用这个短视频，咱来观看迄个下晡到底有发生了什么，咱伫这个所在观看者。神的面前的宣誓，我现在要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给你施行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，纵无人通往，我仍要跟随，与困难挫折。感谢主的恩典，咱继续为着咱的四位兄弟姊妹感谢主，咱继续为伊伫这个刷落去，生命伫主内面的生命，咱恩将来推因基督。咱每一礼拜的这个十一奉献还是奉献，你会做到你的教会办公室的奉献箱内面，还是你也是会做在你咱教会 BDO 的银行账户内面，咱的账户伫这个屏幕顶，大家留意。感谢主，今仔早起的宣召是记载伫诗篇一百篇第一到第五节，圣经安尼讲：普天的灯。恩耶和华欢呼，恁着乐应侍奉耶和华，着来恩伊歌唱。
临到小弟耶和华是神，咱是伊做的，也是属伊的，咱是伊的民，也是伊草场的羊，就亲下真理伊的门，就俄罗真理伊的印，就感谢伊，称颂伊的名，因为耶和华蒙为善，伊的慈爱传到永远，伊的信实直到万代。咱三个阿头祈祷，亲爱主，感谢你今仔早起，我有法通来到你面前敬拜你。我相信这是主你的恩典。主啊，我继续将早起的点钟完全恭敬的交在主的手中，愿你的圣灵临到我的中间，特别看顾我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思意念，让我有法通在这个所在守节心清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我特别为着这个今仔早起 internet 网络来祈祷的最手中，愿主伫遮来保守看顾，互我有法通伫这个所在无受阻挡、无受交叉，伫你的面前来敬拜你。舒服，我刷落去的点钟，愿主的名伫我的中间地对第一季的荣耀，感谢阿罗主。听我在你面前的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阿们。咱用几段诗歌来俄罗赞美咱的上帝。我要站起来。
充满恩典和怜悯，当我死在罪恶中，你使我活过来，给我新的生命，给我新的希望，因你爱我就爱我到底。主啊，我身充满恩典和怜悯，当我偏行歧路时，你饶恕接纳我，恢复我的信心，恢复我的荣美，因你爱我永不放弃我。
赎我的罪，与我同在。神的荣光照耀着我，在主爱中自由释放。他名是奇妙测试，全能的神是唯一拯救一生的依靠。他名是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坐在宝座上，他的国度直到永远。耶稣为我降生，他名是以马内利，基督战胜死。今天早起的讲道经文是记载在《哥林多后书》第九章第八节。圣经安尼讲：，恁知影咱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伊本来富足，却为恁成了贫穷，叫你因伊的贫穷，有法通成做富足。感谢主，今天早起咱的讲员是咱的徐奋忠长老，伊所分享的对白是圣诞节的时刻。咱将说落去的点睛交予长老，长老有请。主内兄弟姊妹，早安，大家平安。未开始分享信息以前，咱三个来做一个开始的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我感谢你，是的主。无有人亲自叫这样的听闻，在阮一生当中有你这样一位大牧者，在一生当中这样引带阮，无论伫龟山还是伫帝国，阮回头来看，阮的道路滴满了你恩典的自由，阮要来到你面头前，阮献上阮的感谢，献上阮的懊恼，特别是圣诞节时主。当我无知的时阵，是你先来敬赞你，是你先来听我。今下日，我通徛伫你个面头前，对头到尾，是都是你的恩典。愿你的听降入伫我中间，愿你的喜乐降入伫我个中间，出人意外平安，也充满了你今日的心中。我感谢你，我将一切荣耀都归乎主你家己。基督是靠主耶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日子是在过得真紧，在2021年即将要过去了，新的一年要来了。再过6日，已经是圣诞节。在这里，我想敬祝在这每一位圣诞节非常非常的快乐。每一次我想到圣诞节故事的时阵，
都会感觉非常的奇妙。全能的神，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为了听伊所创造的人类，为了将伊对罪恶的捆绑当中拯救出来，伊甚至愿意切惊伊的独生听主耶稣基督降生伫这个世界顶，而且当耶稣降生伫这个世界顶的时阵，伊无亲像降生伫咱人所以为伊应当降生的所在，比如说是伫王宫内，反正耶稣却选择了降生伫马槽内面。马槽是什么所在呢？马槽是一个平凡普通、未搁较平凡的所在。伫当时的社会内面，伊十个找袂到任何一个所在比马槽搁较平凡普通的。换一句话讲，耶稣基督真是为平凡的人来到这个世界顶。如果今仔日伫茫茫人海当中，你感觉咧你是十分平凡的人的话，我甲你讲一个好消息：耶稣基督真是是为你而来的。伫咱头前所读的一段经文当中，真清楚的甲人讲，耶稣真是为咱遮贫穷软弱的而来的。伊本来是富足的，但为咱舍弃家己，付出了家己生命，何叫咱因伊，咱会真做富足？咱本来是贫穷的，因着伊，咱得着变成一切恩典。所以今仔日，当咱伫遮庆祝圣诞，求神帮助咱，无只是一寡外面的闹热闹尔，求神互咱看见圣诞节，也是一个心灵可以经历到神的时刻。咱要对三方面来讲这项代志。第一，咱去看见圣诞节是一个感恩的时刻。当咱想到百姓的痛，你医治痛人，甚至到一个地步，切割也独生痛出来到这个世界顶，这不是容易的代志。想想伫咱中间，咱有今日的。咱看，你真的愿意舍弃你的家人为了别人吗？我相信咱做父母的真艰苦，想想到这项代志，一想到咱的父亲会愿意将伊的独生子听主耶稣基督受死乎咱，为了咱的罪，顶伫十字架顶，想到父亲这样的疼，想到耶稣基督伊家己，伊舍弃天顶一切的荣华，为咱。道成肉体，经历人世间一切苦难，就为了何人今仔日得享受到百姓一切恩典。每一摆你想到做，你要怎样袂向神献上感恩呢？不管是为了神家己献上感恩，咱也应当为神何人一切恩典来献上感谢。第两礼拜前，我想到。为师姊妹准备一首诗歌讲说，主的恩典样样都要算，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。咱应当日日数算神的恩典。为什么叫数算呢？因为一无数算，你就会袂记得神的恩典。咱人就是这样，一无数算就我袂记的。一无数算，咱的心真自然充满了可惜和埋怨。所以一无所剩的恩典，神的恩典，咱就会算落别人的不是。如此家庭就亲像家己家内的全家宝一样，讲来讲去牙算牙做。所以咱一定要求神帮助，操练咱的心来学习所剩神的恩典。那你也讲要为着了所剩起呢，就对于生命当中。所拥有的一切来献上感谢。有时阵你感觉咧讲，这有什么好感谢呢？这有什么好所剩的？这总无不是理所当然的代志嘛？我所开的钱是我家己赚来，我所要享受的是为我辛苦换来，有什么好感谢呢？但你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
这真的是你想的，亲像你想的理所当然的嘛。如果不是神的怜悯和恩典，你哪有那个能力来赚这些钱？最后就是因为上帝恩典和怜悯，让你这样的机会，让你这样的道路，让你这样的环境，让你会享受经历所拥有的一切，为这就应当献上感谢。我们看到在第三世界的非洲的国家在惊讶的时候，我们就为我们生活在菲律宾的人，我们献上感谢。你知道在非洲的惊讶真的是什么都没有，只有生惊讶是最多，不但没有好的环境，连机会都没有。你看到了，你心中的真艰苦心，真的，我们在这里无论怎样，咱也有机会，比非洲的囡仔连机会都无。每年圣诞节送礼物到非洲的时阵，其实咱所呼应的礼物是非常少的礼物而已。但是对应来讲，亲自得到直播，我感觉今仔日咱生活在菲律宾的基督徒，咱都应当伫神的面前讲，咱一定是蒙神大恩典的人了。圣诞节是一个感恩的归罪，何神何能一切恩典献上感恩。第二，咱看见圣诞节是一个关怀的时刻，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中，其实是向咱在需要的灵魂伸出一个帮助的手。当耶稣看见咱灵来的贫穷、生命的贫穷的时阵，伊就来到这个世界中为咱成全了救恩，好人因着伊会成做福祉。所以伫圣诞节的时阵，好人真嘅思想耶稣基督，佮圣经讲到，人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。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？就是无要单顾家己代志，也叫顾念别人的代志。因为耶稣就是安尼，耶稣无有单顾伊家己的代志。耶稣也是顾念人，所以今天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应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。有一位小作家写了一本书，中文翻译作是只要你需要走过房间的另外一段就好了。作家就讲到，其实关怀并无想象只因为困难，你只要看见房间走过另外一段的需要的人，你行过去去帮助伊，奇妙的代志就会发生，就这样的简单。伊就讲到，其实耶稣基督就是第一个行过房间来帮助人。到耶稣行过这个真大的房间，耶稣伫天顶看见咱伫房间的另外一个角度，人类伫罪恶的内面迄种的捆绑，迄种伫内面受格所捆绑的迄种贫穷。可能的情况呢，耶稣基督关于行去这个房间，通进入到中间来帮助，为咱预备一个道路，互咱去享受神的恩典。当有今仔日神也呼召咱去行到你周围需要的灵魂，看见因的需要，往行去去帮助伊。你有想到你家人无？你有看到你家人？你就去房间另外一段，他需要你的关怀，他需要你的帮助。在我们最重要的，每一次去面临，不能忽略无注意到你的车主。最重要的，就真的想看看，你的车主为这个家庭，偌侪年人默默的付出一切青春。真的，我们每一次想到这些代志，我们真的就纪念咱个车主，纪念伊所摆上的，千万唔茫忽略因，因为向因发出感谢的心。有时阵有人有误解，讲这个人惊无，事实上并唔是安尼。我会记得随便听了曾经讲一句话：咱唔是惊无，咱是听无。也有人讲说，听无嘴是大富贵等等。但你知影无？一个成功的男的，
肯定背后有一个贤妻，有一个道德、有才能的妻子，所以你想要在事业顶更多成功，你就娶更多某。当然这个故事在梦境是一个开玩笑的，但事实上来说正经的，男的在事业上的成功应该有来有挂，咱所说的男主挂女主来，背后有一个贤人来做的妻子。在中国的妇女也常常经历到周遭到祝福，真多中国的妇女就感觉到在周遭当中，但事实上不是这样。咱最先生的就承认咱的妻子为家来所白送的，做妻子的不能够埋怨你的丈夫了，比较别人的丈夫研究还有钱，你的丈夫一比不着，一无所有，已经埋怨这个罪恶了，不能够埋怨。体贴因一下，想想看因压力，无论是中年期还是中年期的时候，心中的危机虽然出来无承认，伊内面真深的危机感，鼓励伊一下，鼓励伊一下，你就记得对丈夫来讲，无一个人的鼓励比妻子的鼓励是更加重要的。做父母的人，恁就看见恁的囡仔，徛伫房间的另外一端，听候你去了解伊，听候的，予伊完全的接纳。我想发现咱中国的父母甲囝儿真有一个真大的一个改善，这是咱的期望太多了，咱的期望甲因的差太远了。咱总是按照咱的期望来要求因，总是按照咱的期望来关心因，却无有按照因所需要的来关心因，来帮助因。有时阵做父母的，咱所需要就是做一点点的接纳而已，就会帮助咱行过这个房间，有通重新拥抱抱咱的囝儿，重新咱的囝儿连接做一下。伫这来做囝儿的也是一样，尽量去领会父母的疼。咱知影有一间时阵，咱甲父母真侪误解。有真侪时阵，咱对父母真侪怨恨伫咱嘅心中，但想想看，当你经历到人人间世间一切，互你失望嘅痛之后，我实在甲你讲，到尾父母嘅痛也是永远长存嘅，真嘅父母还也是永远疼你，纪念伊嘅痛，领会伊嘅痛，就先帮助人伫圣诞嘅期间。这是一个家庭最一个时刻，纪念咱的家人，伸出咱的手去关怀，去帮助伊，和基督的疼真嘅对咱的家庭开始先拥有起来。不但关怀咱的家人，也是关怀咱教会弟兄姊妹。感谢神，咱常说感谢是和咱只有大一个属灵的家庭，咱唔是孤单，当咱面对生活压力。心中的难处的时阵，在咱有病痛的时阵，在这个大家庭内面，在这个小组内面，会通彼此扶持，彼此关怀。其实在人生的旅途当中，虽然有真侪时阵路真歹行，无论环境再困难，凡是有路可往行落去。中国话有一句话讲说：“天无绝人之路。”意思是讲，神会推咱开路，但问题是要怎样行法呢？你会比比参参的行过去，但你也会做哩，亲像中国小民之辈所写的诗歌是春夏秋冬唱过去，不是比比参参的行过去，是唱过去去，无论是春夏秋冬，当然的，你会做。独唱的行过去，但公羊的更加好的是兄弟姊妹三合来合唱来行过去，人生的道路就会更加容易了。真的，伸出手来鼓励教会内面的弟兄姊妹的需要。在这个圣诞节期间，咱三合来享受
耶稣基督的疼，对咱身边周围的人也是一样。有时阵一点点付出所带予人真大的喜乐，予咱伫圣诞伫伫这间嘅效法耶稣基督的疼，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因为这正是关怀的时刻。最后第三，这是一个宣告的时刻。圣诞节其实是宣告新的应允得以成就的时刻。当咱看见圣诞故事的时阵，不是里面充满了宣告吗？天使向无神的人显现，发出新的宣告。宣告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就是讲到神的旧约里面一切应允，如今要应验了。偌侪年来，神的百姓在黑暗当中和受逼罪恶所捆锁的，如今神所应允的极限要降临了，贫穷的要成做富足了，软弱的要成做刚强了，过去活在罪恶捆锁狭窄里面，如今要得到自由了。而且今日这一切恩典，搁要临到住伫耶稣基督里面的人，这是为什么？今日咱会靠着主耶稣基督就来做宣告的原因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咱来到这个世界顶，第十二架顶，耶稣已经为咱成全了救恩。当耶稣第十二架断开以前，一切成成了，于是感谢主，何解伊无讲说完蛋了？伊是讲成了，意思是讲新的救恩已经成就了。罪恶死亡的关系已经受断开了。今日每一个属神的子女，咱会坦然无惊来到父神的面前，呼叫伊阿爸父神，何等的官兵会来到父神的面前呼叫伊是咱的阿爸父，就是咱的父亲。咱亲像今日一样来到父父神的面前，基督神的耶稣基督为咱预备一切丰盛的恩典。你敢知影，圣诞节无只是为了惊讶，我得到梦想中的礼物而已。你会知影，耶稣基督正是是为你而来的。耶稣基督正是是为你心中的梦想而来的嘛？咱也常常去读圣经的圣诞故事。总无圣诞故事，唔是一连串嘅梦想成真嘅故事编织起来嘛？咱来看撒加利亚年纪老嘅时阵，无囡仔，因父妻一生渴望往得到一个囡仔，神就垂听因嘅祈祷和因嘅梦想成真，一生有一个囡仔，就是叫约翰。后来嘅四岁约翰，就是为耶稣做先锋道路嘅。一直为人，神成就了伊的心愿，不但为了神国的家乡，更是为了撒加利亚全家的欢喜快乐。东方博士一生有往渴望见到救世主的降生，虽然经过长途的道路的艰苦，但神垂听伊呼求，到尾因才伊来到主耶稣面前，亲目看见新生王，新生王。玛利亚一生渴望来侍奉神，第一个时阵，女的是无可能有机会，但伊渴望会成做神祝福的管道，神就垂听伊的祈祷，和伊的梦想成真，神的灵降临伊的心中，和伊大声生了神的子，和伊一生诚实成做万国万民的祝福。圣诞节信息是什么呢？圣诞节信息不只是神听世人，圣诞节的信息就是神要随听以心灵深处的呼求，因为耶稣真正是为你的心中梦想而来，所以每拜圣诞节的时候你就更加欢喜，当你看到五彩缤纷的装饰，再度要提醒你，神的今日要起来庆祝，神的今日要起来宣告，耶稣正是为你而来的。当你看见这一切的时阵，
也知呀，万国万民都是三合来庆贺耶稣基督已经降生了。耶稣就是真是为你我而来，伊要挣开伫咱生命当中一切黑暗关系的捆锁，因为耶稣知呀，你我的心灵的深处的渴望，伊引带你，并且为你成就大事，超远超过你所求所想。你的心就喜乐起来，圣诞节是宣告的时刻，你要向你的心来讲话，叫你的心讲，我的心啊，我要来俄罗亚和华，凡在我内面要亚俄罗亚和华的名，不要让你的心落在一个百万及苦涩的内面。圣诞节是一个充满喜乐的季节，因为主的恩典已经降临了，你就抓着神的应允，我鼓励你每一个做三项代志。第一，你每日靠主喜乐，每日都要来俄罗斯，不能让你的心落落去一个受苦当中，因为你的心竟然悠然坐在宝座上，有官兵，有能力的。一早起起来，不是安详叹气，唔通看见落雨咯，哎呀，怎样又个落雨？你就感谢上帝，恩雨降临咯，来领受神的恩典。恁看见每日要靠主来喜乐，伊悠然坐伫宝座间，神悠然是掌管的，无论环境怎样，神坐伫宝座间，伊从来无改变过，所以眼目定睛伫神的身上，每一日靠主来喜乐，决定每日抵挡魔鬼。魔鬼是有攻击的，在咱生命当中充满了有试探及引诱的。但是你们讲我无选择，只好落落去这种。你是有选择的，做一个基督徒，你是有选择的。当你面对试探引诱的时阵，唔忙何你的心落落去试探当中。圣经讲，你叫抵挡魔鬼，当你抵挡魔鬼的时阵，魔鬼就逃走了。神何咱一个特性的官兵，所以每日抵挡魔鬼，你就会对试探引诱当中得到逃棒。第三呢，每日甲主同行，因为主是你的大牧者，你一生的道路都在伊的手中。你知影，伊知影你的道路。伊乐意引带你，求神何人就谦卑落来。每日无靠外靠家己的智慧及聪明来计划，每日来到神的面前，将咱生命交托在神的手中，来祈祷，来祈求谦卑来聆听吧。神有真侪话要向你讲话，谦卑落来聆听，神就会将你生命当中突破的智慧、特性的策略。跟你讲，每一个来到神的面前，咱做三项代志：靠主喜乐，每日抵挡魔鬼，甲主同行，每日来宣告你王经历到神的特性。圣诞节对基督徒来讲，无应该只是一个传统的宗教的节日而已。圣诞节是神要跟人讲，有一个恩典为咱预备了。这个恩典就是耶稣基督是本是活着的，却为咱成做贫穷，叫咱因伊的贫穷，互咱成做活着。所以保罗讲，咱知影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是有一个恩典为咱预备的，但无只是安尼。圣诞节更加教咱讲一项大事，如今这个恩典已经降临了，叫做帮助人。在今年的圣诞节，三合来领受这个恩典，活出这个恩典，而且每日站在这恩典顶，经历神的特性。请咱额头三合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我搁一摆来到你面前，献上个感谢及感恩。感谢主，因你为阮成就了奇妙的恩典。因你的贫穷，互阮真侪富足。主不但是主自己的恩典的宝贵，
李家主，你又跟我们讲，这个恩典已经降临了，竟然是临到我们的中间，我们也领受了，也和我们真的宣告出来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乎你主你家己。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神的恩典已经降临了，他要将哀哭变为欢笑，将崎岖变为平坦，他已作王，掌权直到永远，将软弱变为刚强，贫穷成为富足，瞎眼的看见，哀哭变为跳舞，一切山洼都填满，崎岖成为平原，在神里你这边蓝色的阿头祈祷，请主感谢你，感谢你今天早起让我有这个真好的机会，我通甲遐你这边萨格的空中萨格来敬拜你，接着你的仆人所分享的圣经的话语，让我有通灵命得到重整，生命得到提升。感谢主的恩典，主啊，我特别在这个时期里面为着兄弟姊妹来祈祷的做求中，而嘛这个圣诞节的节节里面是这个感恩孝顺孝顺主恩典的时刻，让我无论是高山还是低谷，让我看到主你永远未放松过。
感谢主，好讲啊，为着兄弟姊妹来祈祷，无论讲伫虾米款的处境甲情形内面，主放宽伫这个所在，夹巴伫遐个所在来仰望主，好主成全我生命家庭的主。主感谢你，我特别为着菲律宾的这个疫情祈祷伫做手中。做你怎样伫遐来保障看过，而望这个疫情未伫这个范围内面增大的扩散，而望这个百姓有法当伫无这个疫情的情形内面，有法当经历着主你以马内利的同在。总共特别为着这个顶几日做经过的这个台风，为着受灾的这块百姓来祈祷。主啊，求主你伫迄个所在正做，因每一个人的帮助，供应伊一切的需要。有的人有可能需要有米，有可能有的百姓需要有水。主啊，求主你伫迄个所在，好因会晓谦卑，仰望主你甲伊撒加伫咧。主啊，帮助在的政府人员还是身边有一寡有辅助的人，有法通伫遐来供应有需要的人。主啊，将菲律宾搁在啊伫这个困难的时期内面，求主你伫迄个所在伫遐来帮助，有法通伫这个受灾的百姓。主公说了，永远要伫这个所在，要讲感谢你。因为你所奉公所拄到的每一项代志，奉公会晓伫这个所在谦卑尊主为大。感谢主，今仔早起的崇拜计到这毕了，别结束。但是愿主的圣灵永无止息，会定讲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中，伫家庭的内面，伫遐引出奉公经历伫主的同在。感谢主，祝福奉公。听我在你面前的基督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阿们。愿天父上帝的听堂，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圣灵的感动，上帝的圣灵撒加地里对祂祷告，永远阿们阿们。